三个横画当然就三，那一般呢我们前面两个比较短，第三画比较长，但是这里哦滑进来的长度哦一开要滑进来比较久哦，比较你不要一下就按太大力啊。同样呢，这一开始这都是尖尖的下来，加压挤一下哦，就会有这种类似尖的感觉。第二笔差不多重一点点，哦，第三笔呢带过来滑下来，渐渐的加压，提笔起来按一下就会比较润的感觉了，哦，这是三。